旅美侨胞黄新民目前定居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，他在2016年的年底竞选了钱德勒市议员，且高票当选。同年返台接受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的祝贺和表扬。他期盼未来四年的任期可以积极推动台美双方交流，增进友谊，也计划推动钱德勒市与新竹市成为姐妹市。 我是黄新民，英文是Sam黄，然后我是现任在啊，签得了亚利桑那的这个 City Council Member 的市政委员，啊，今年啊，去年8月30当选，今年1月12日就任，我的任期是4年，啊，除了我们这个签得了本身的工作以外呢，很希望跟啊台湾呐，还有美国之间的这个国民外交啦，还有啊同胞们，就是说。 我们可以多建立一些联系，人口26万人，是亚利桑那的第4大城，比较出名的是英特尔在我们那个地方，我们是比较以这个高科技为主的一个地方。